我要问你正常的啦。好，你问，你正常，你很害怕是不是啊？因为我婆婆坐在台下。婆婆。因为我真的很想问说，明天我要不要生小孩？不是啦，你自己 Q 的哦，你自己 Q 的哦。曾沛慈舍弃老公翻牌别的男人，黄伟晋肉麻告白，婆婆台下全目睹。我们的幸福。对面独处像分组，同一间房，未见时间的终究有结果，来不及。曾沛慈11月6日举行个人演唱会，为了嘉宾黄伟晋，他笑说：“本来啊想问先生愿不愿意上台弹吉他，但后来决定邀请你来。你是我首位在 Legacy 邀请的嘉宾，赢我先生呢。”阿贝翻牌的伟晋实在是哈子开心。我不讲话之前，真的跟沛慈满登对吧？妈。因为前几天彩排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会聊到 talking 要聊什么嘛。我好怕。你不要怕，我要问你正常的啦。好，你问，你正常，你很害怕是不是啊？因为我婆婆坐在台下。婆婆。因为我真的很想问说，明天我要不要生小孩？不是啦，你自己 Q 的哦，你自己 Q 的哦。我是要问你说，你怎么会找我？我好开心哦。这段开始要肉麻了。好，因为我好像从来私底下没有跟你讲过这一段，因为我们私底下没有联络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开心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沛慈是我的师姐，然后因为知道你很喜欢唱歌，可是去误打误撞，然后也喜欢上演戏，喜欢上表演，然后还拿了金钟，一切都觉得天哪，我好像没有崇拜错人哎，我真的好想向他看齐哦。所以当你约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你知道点名的感觉，还是什么，就是被你知道翻牌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谢谢，因为我也是一个蛮误打误撞男呢，因为你是误打误撞女。你看我现在讲话这样，你那个婆婆应该觉得我是笑哎，还是没有没有，我婆婆我是瓜车啦。好险你有来找我唱歌，就让大家记得我还会唱歌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脑补。你真的唱得很好。谢谢，没有。你真的唱得很好，谢谢。谁的眼